天天跟着这只狗，现在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，又跑了。啥狗多，这叫半天都叫不应。回不回家你啊，皮皮？皮皮，坐，坐，又跑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走吧，萌萌，走了走了，赶不回去啊，他不回去，又跑了，跑了不远，跑了，回去了，不叫了，叫不动。我家这傻狗，这晚上又是不回来的一天，昨天晚上就没回来，看今天晚上也不回来。挖煤的，我们家挖煤的回来了。你跟那个嘴上那个脏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转过来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 你哈了个屁 ，Hello， 你哈了啥？哎，我看一下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嘴边，咦，好像搞得你的嘴巴在写字似的。对，上来写字啊。这么良心，我直接良心，对不对？咦，全是口水。没有，全是口水。闻一下，闻一下。你那天还想打我那样子，你看。哎呀，这么香啊！谁买的？宝宝以前没有啊？啊，你是上次买给我奶奶吃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跟打架了呗？跟你打架了是吧？为什么脸烂了嘞？怎么烂了嘞？皮皮啊，你屁发，你几天都没回来。啊，去皮皮，去皮皮。哎呀，自己挠的就自己挠的吧，皮皮挠的，一天天的。哟，哦，嘿嘿嘿嘿。大家好。你看现在这小孩子的玩具都有个酒，酒庄吗？这怎么开的？为什么？这还不知道？哦，这还有个碗呢，来干一杯呀、啊！这其实就是那个糖水兑的，跟那个果冻差不多哎。闻一下，好香哎！果冻，来一碗。等我，喝一口。哎呀，大拇指，打开了没？打开了没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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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一杯，来，别动，我给你倒。爸爸。好。干一杯。哎呀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好喝吗？是什么、啊？垃圾食品。垃圾食品能喝吗？毒，很毒，毒死。所以别怪我。肚子别怪你。你也算是怪我。你这有多香啊！你这是啊。你看你们两个，啊，馋一口呗！我这一天20块钱的工资都不够你俩吃一天，算了，我不吃了吧，给他啃没了，让我吃。这一个都你都不够啃，我喝一口你的吧，喝一口你的酒。啊，没喝完。我都没喝呢，就在这叫。来，都放这，我都没喝，我就喝一丢丢。你看，我都没喝，我都刚要喝，你让我别喝，我都没喝，还这样子。我的钱买了，我不能喝吗？能不能喝？能不能喝？来，赔你一块5毛钱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，哥哥拿来，要不要？碗弄破了，猫猫真没喝，你看还有好多，我给你倒出来，能倒好几碗，倒不倒？要不要倒？倒不倒？可以吗？来，是不是有好多？怎么了？全倒掉了，这下不怪我了哈。哟，我的个手，你看，哎呦，这有多相似的。东门水果吃不好吗？娘的挑的，哦，就我就20块钱的工资，我够买几个水果？你告诉我，
是哈。啊，购买几个？问一下兄弟们，他们信吗？辽宁工资，常人是有色素的东西。那得找，都是垃圾食品。没找到吗？我给你找。